接下来欢迎钢弦组第十二组，由国立成功大学王哲远带来的 Tabla Rasa。 大家好，我来自于成大会计研究所，没错，读会计又要玩音乐，简直是战战兢兢。但我对吉他的热爱使自己仍然坚持着，也成为我生活前进的动力。我今天要带来的曲目是 Tabla Rasa， 每次听了这首歌都会让我有种充满活力的感觉。想来参加这次的比赛是想为自己留下一点轨迹，也期待能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，希望大家喜欢。